就是我们两个在小船中那个游艇上天花板上面独家的美好现在我们要去接今天的主人公，渣渣。亲爱的，你慢慢飞，有点逆光，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有点逆光，照不清你的美。等一下，让我运个镜。啊，这边好看，摆几个 pose， 来点意境的那个感觉 ，MV 女主的感觉。啥玩意儿啊？啥呀？啊，记录一下。看我了，我都没洗头。你看我头发，我也没洗。来，我看一下你今天的那个啥。穿衣打扮，这是什么风啊？这是什么风？日常风。跟你相比，我好像今天来的是有点随意一些了，宝贝。那走完了，我们进去了 ID 吧。啊！祝你生，哎，祝你生，嗯，祝你生。
志，竟然有 S， 有很幼稚，竟然有 A， 很幼稚。哎呀，这个也不知道哪个是啥。有善男幼稚的多善男，这个不是不幼稚啊？这个，哎，那个没有。我知道蛋糕号，这个好像是杨子弟无银三百两。这是什么？这个还行哎，这个不幼稚。都知道你玩的。哎，最后这一期就知道到底哪个是张一凡。哎呀，怎么都是张一凡啊？这个也不知道哪个是谁。就一次机会，你猜对，你这蛋糕里面吃了。这个字应该不是你自己，为啥？这字这么着，还没了？猜吧，猜这是哪个是谁？那不会写中文。事业上也。
猜对了一个人，所以他可以获得一个奖励，然后剩下来都要抽取惩罚。猜中的成员，啊，是我，这是他的奖励，是我惩罚的。被猜中的成员模仿童话人物声音，为陈乐璇清唱英文版的首歌，特别适合。就是不简单的一切。动画人物，哪个动画人物？闪电。模仿声音，长相不代表声音啊。姐姐可以。哎，模仿有声音像的。跟你庆祝生日了，然后呢，在这里就先祝你生日快乐啦！然后希望我们谢谢你开心快乐，然后可以好好的跟大家一起过这个生日，然后可以一直开心快乐下去，然后呢，可以跟我们唱更多更多好听的歌曲。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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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设计。